哎，老李啊，你都当兵这么多年了，工资又少，就没想过转业呀？转业？对呀。哎呀，我还真是从来没有想过要转业。哦，看来退伍和转业只有我常挂在嘴边。我还真不像是个军人的样子。行啊，小家伙啊。 思想觉悟进步的还挺快嘛，比在学院的时候要强多了。老李啊，我告诉你，如果你想转业了，一定要告诉我，我老姐认识很多人，给你找个 IT 公司什么的，月薪绝对不会低。嗯，好，那咱们就说定了。说定了，记账吗？嗯，好。来，咱们来一局啊，来来呀。 还真不错的啊！哎，机长，我要跟你比赛，如果我输了的话，我帮你擦一个月直升机。嗯，哎，怎么？是不是不敢跟我比啊？老宋啊，这小家伙不知道天高地厚，你得商量。是啊，老宋，你可得接招啊！就是，老宋，你得接招啊！哎，这是唯一，也是最后一次，输赢就按照你说的办。好，没问题，明天见。 这么早就开始做保养了，李振，把宿舍让给我，自己跑到这儿来了，你小子不讲究。我问。 为什么你要回来？你还有脸走进这个连队的大门吗？你看到了吗？餐厅门口的宣传栏里，昨天还挂着你选飞时的照片。你是多少装甲兵心目中的传说？你走的时候答应过我什么？答应过我要好好飞。现在怎么了？ 怂蛋了啊！李志，对不起，我给。
看着，你的一杆销速我照做没问题。今天咱们不飞这个，给你玩点新鲜。你这是盲飞，这叫闭目养神。要不要我这样降下去？太危险了。想换位子坐不是那么简单的。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故意想飞砸的话，你现在就告诉我。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我要留下来。待会儿不管谁压机，你只管认真飞。嗨，大队长，你不要太紧张嘛，我可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哎，又来了你。你知道你这是什么吗？典型的自信爆棚。登机吧。是。机长同志，九度四准备完毕，请接机。哟，是你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啊，我说是你来错地方了还是我来错地方了？小瞧我不是，我也懂飞行，说起来我还是你的启蒙老师呢。那是，天天在鲁班家待着，不用学也成木匠了啊。行了，咱们出发吧。好，那我可打表了，起步费50，1公里100。你小子够黑的啊。起飞了。郑大队长看什么呢？啊，哎，怎么样，这小子怎么一夜之间像变了个人似的？等着瞧吧，他是我最得意的千里马。我跟你说，他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你看的。是吗？啊？哼！哎去！你干嘛呢？练杂技呢？你懂什么？这叫盲飞。盲飞不是你这样练的。我能做到，靠的是十几年的飞行经验。再教你一招。啊？盲飞靠的不是眼睛，是屁股。屁股？屁股怎么飞啊？你去给我擦1个月的直升机，说不定我心情好了就会告诉你的。屁股？哎，豆哥，说实话，你是不是打鸡血了？怎么那么高分？我呀，有一个小小的秘诀。你就吹吧，你要有秘诀，早干嘛去了？不瞒你们说啊，我也是刚刚才领悟到的。你呀，就把压机的人当成是自己的徒弟，是你在教他飞行，这样自然就舒服多了。手感也特别的好。嗯，豆哥，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今天谁给你压机啊？废话，我当然知道了。
那你还敢把他当成你徒弟啊？那有什么不敢的？我也不是第一次跟他打交道了。原来你早就认识李师长了。什么？你确定他是李师长？我就说嘛，你测试的时候肯定不知道他是谁。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明白什么了？我看谁还敢说我是走后门进来的。哎，你走不走后门和李师长有什么关系啊？我之所以特批进来，根本不是因为我姐姐和政委，是李师长他欣赏我。什么？谁认识谁？怎么高兴成这样？什么和什么呀？你们不要想乱七八糟的了。飞行员就要活得简单，要享受飞行。阿玉，咱医护团应该有心理医生吧？诸位，如果有自己中意的，赶紧收下啊！哎，不过这丑话可得说前头，徒弟是你们自己选的，将来出现任何问题，可得你们自行消化。嗯，开始吧。嗯，好，开始抢定。这小子可不是省油的灯，要带他纯粹给自己找麻烦。哼，我可没那闲工夫。是啊，听说在陆航学院几次都要被淘汰，我呀还是选个听话的吧。很小了，快，来，走吧，走，来，给你。走了，走了啊。郑大队长，嗯，你选的关怀，把他签了吧。枪兜被谁挑走了？敢跟郑大队长抢人的，全师也只有他一个人。就凭你们俩这水平，还想参加八一酒会的表演？别做白日梦了，丢人现眼。不好意思啊，丢人也是咱们一块儿丢。我报的是四个人的乐队。四个人？我说谁让你给我也报名了？不是，哎，那我关怀现在是我们的队长，他有权决定，除非你不是我们乐队中的一员。
江特聘，你已经把沃维挤走了，下一个目标是不是我呀？我告诉你，我可没有沃威那么好欺负。唐明阳，请你记住，我江邓能站在这儿全凭自己的本事。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沃威不是我挤走的。哼，说的真好听。不是你挤走的，说说你跟李师长的关系怎么解释？哎，认识李师长的就都是走后门的？那就完喽。你也见过，你也认识他。我可不认识李师长，别拉我来垫背。哎，你还记得我们在陆航学院，我们两个比赛模拟机的时候，有一个技术维修员吗？他？对啊，他就是李师长。只不过当初我们所有人都不认识，我也是今天才发现的。你不信可以问关怀，他可以给我作证。嗯，对啊，我可以作证啊。江东那天减肥下来的时候，才知道根基的是李师长。师长给你根基，哼，还说你没走后门，胡扯！你，唐明阳，我告诉你，你是诚心要和我打架是吧？哎，好了，兄弟们，别，你们俩怎么又杠上了？哎呀，注意点影响好不好？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消息啊！别以为进了一虎团就完事大吉，淘汰还在继续，只有最优秀的飞行员才能笑到最后。你们两个几斤几两，能走多远，你们心里应该最清楚。哎，行了，别听他吓唬你们。哎，我还以为这魔会带我呢，没想到是吉星。她是女飞，但你自然合适。再说了，郑教官只会挑最有希望的人。你什么意思啊？我不是最有希望的？你是不是最有希望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实验班的阿帕奇，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分配到团里来的。对啊，还不是沃威走了，捡了一个便宜货。你这个特聘没有资格跟我说这样的话。要不是你把沃威挤走了，早就回家滚蛋了。汤五点，记住，如果我江斗没有先比你飞完三提纲，我就不姓江了。啊！起来，跟我飞，你就得经得起摔的。别以为我是女人就会体谅你照顾。来，打！使劲！起来！摔倒了，你就得一次一次靠自己爬起来。就是女飞的生存法则，眉毛上的汗水，眉毛下的泪水，你只能选择一样。快，给我起来！没人向你伸出手来。说得好，眉毛下的泪水，眉毛上的汗水。齐心啊，两年不见，你的口才大有长进啊！我正训练，有事说事。哎，挑白羽是情理之中，为什么挑江豆？看着不顺眼，我就挑。没有理由，你能不能挑个顺眼的？不能。起来。哎，我还没说完呢。怎么，你也想练练？两年前我输给你，现在可未必。你是不是觉得跟我争来争去特有意思啊？从学员就开始，擂台都打到现在了，还玩这种幼稚的游戏。哼，我那是看得起你。女飞要不给自己找个像样的对手，早晚会被淘汰。哎，什么挑不挑的，说清楚点，好像你是多喜欢我要嫁给我托付终身似的。你滚，就算地球上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看上你。你以为呢？我就是娶个火星上的人也不会对你有想法。机长，还练不练了？练。看见什么了？报告，
今天是个飞行的好天气啊！你就要，报告，我叫江栋。记住了，从明天起，我就是你的代飞机长。是，机长。丑话我说在前面，别怪我到时候没提醒。跟我飞，必须遵守我的约法三章。第一。 训练任务出现任何问题，马上上报停飞。第二，训练不达标，马上上报停飞。第三，飞行期间违反任何纪律，马上上报停飞。是，我一定会努力的，不会辜负机长的一片期望。我对你根本没抱任何期望。那你干嘛挑我？不是我挑的你。 是郑大队长从一大挑的，在他眼里，你就是一块宝贝。可我更相信我自己的眼睛，我要证明给他看。他看错人了。那你的意思是，你挑我是为了淘汰我，让我停飞？当然，你现在就可以申请停飞，免得让我亲手把你停掉。到时候丢人的不光是你，还把郑北也给丢进去了。 你笑什么？没有，我刚才突然想到，我们陆航学院的宋教官，他每天见到我都会说：“江栋，明天我一定会淘汰你，坚决的淘汰。”结果呢，反而我到这儿了，刚才你讲话的语气跟他特别像，所以我一听就想笑。哦，对了，机长，明天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正式训练呢？正式训练？你应该听说过训练基石分配的标准吧？ 最好的能吃多少给多少，中间的勉勉强强能吃饱，最差的剩多少吃多少。你觉得你是哪一种？我这种胃口，应该是能吃多少给多少。你这个特批进来的，只配剩多少吃多少。 下面就请郑大队宣布一下飞行一大队新飞行员的训练计划。立正！收起！飞行员白羽，到。起心。到。二梯缸飞行员白羽，代飞机长齐心。 飞行计划运输二梯缸是。江栋，到。二梯缸飞行员江栋，代飞机长齐心，飞行计划二梯缸运输机，是。关怀，到。二梯缸飞行员关怀，代飞机长本人，飞行计划二梯缸武装直升机，是。 唐明，到。宋南兵，到。二梯缸飞行员，唐明，代飞机长宋南兵，飞行计划武装二梯缸，是。没规矩，那是。是。报告。嗯。大队长，你是不是要问我为什么不是我带你啊？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分到团里来的。那是过去的成绩啊。 唐明，这就像是再好看的衣服，你不能因为它好看就总穿在身上吧？我在二梯缸的飞行员里也是最好的，所以我把你交给经验丰富的老宋了。他根本怎么？你觉得他带不了你？反正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他就知道瞎显摆自己，根本就不会教我什么。唐明，遇事你得从自身找毛病啊。 你要想当个优秀的飞行员，你不能想着事事都拔尖儿。飞行员的心态就是要简单呐，你要学会谦虚。我不争第一哪来的荣誉啊？我争第一有错吗？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也比那些不求上进、靠特批进来的强。人生只要自圆其说就好了。
正像咱们飞行员，不在于飞得多么高，打得多么准，而关键在于你能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飞行姿态。我需要修正的就是不断努力，追求第一名。好吧，先服从命令。关于这个追求，我们以后再谈，好吗？是。嗯。真没想到郑北是我的机长。你们三个没看见会议室需要打扫一下吗？看见了。哎，咱义虎团没有通信员啊？有啊。嗯，你们不就是吗？啊，我傻站着干什么？给你们20分钟的时间，一会儿我们还有战术讨论会呢。大欺小，唉，倚老卖老，都是一副德行，不就是300杀威棒吗？哎，对呀，等下届新飞来了，10年河东转河西，咱们也可以切阴暗。在遭遇战中，坦克分队一旦被敌武装直升机火力压制，将很难有效组织起反击。下面，咱们就坦克部队如何应对武装直升机的火力压制这个课题研究一下。我看主要是咱们目前的高射机枪火力对武装直升机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所以必须要加强单兵防空导弹的使用训练。完毕。凡事总有两面性，武装直升机也有其软肋，这一点莫威同志应该比我们大家研究得更深入，是不是请莫威同志给大家谈一谈？我哪有什么研究？莫威，你就别谦虚了，你可是从陆航学院回来的呀。莫威，谈谈你的看法。是。我认为在战斗的准备阶段，应该首先在坦克部队后方设立无人机观察所，配备2架无人机，一架携带小型多普勒雷达，专门捕捉旋转翼的多普勒效应，另外一架携带红外热效瞄准仪和防空导弹，随时准备升空作战。可是无人机的携带量有限，如果遇到大型直升机编队怎么办？敌人实施电子干扰，影响无人机的操控又怎么办？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过。段首长，我怎么觉得咱们这个越来越像无间道了？无间道是吧？郭伟啊，团里面昨天讨论了一下对你的安排，按说呢你从陆航回来，中尉夫人的职衔也都带着呢，可你也看到了，团里各单位实在是没有位置啊。真不好意思，给组织添麻烦了。好，麻烦倒没什么，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团里现在给出2个方案，一呢是留下来，至于职务呢，只能是高职低配了，去团里后勤运输大队当排长。二呢，就是转业。好。团里负责与敌方联系，尽量帮你找一家好点的单位。我不专业，我哪也不去，就留在部队，什么职务也不需要，只要当个普通的装甲兵。白云啊！啊，团长，你在我这儿干什么呢？没什么，就是帮您收拾收拾。嗯，
团长来。放下放下。是。这活有人干，不用你干。鬼丫头，说，找我有什么事儿？没什么事儿。您先忙，先忙。哎，是我。什么？让我去劝齐心？我说正北啊，你这是在给我设套啊！别说我是团长，就是师首长也得让他三分，知道吗？我说正北呀，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啊，是不是江豆给你什么好处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我不管，我不管劝，你自己爱怎么着怎么着，你自己看着办。白雪啊。啊。团长。你有偶像吗？偶像？嗯，有啊，我的偶像就是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艾尔哈特。哦，团长，嗯，只要您没有性别歧视，让我飞武装机，我也一定能够成为中国的艾尔哈特。独自飞越大西洋，那可是需要点勇气啊。嗯，接着，正面是运输机，反面是武装机，你自己扔，扔什么飞什么，我说话算数。真的？嗯，真的。就这么简单？对啊，就这么简单。不过，这可跟蹦极似的，站上去容易，要想跳下来可就难了。时间到了，白羽啊，你们机长齐心当年可比你强多了。去吧，那个硬币就留给你做个纪念了。机长，听说你去团长办公室打扫卫生了。哦，瞒着我走内线。你胆子不小、啊。没有，我只是想去磨一磨团长，最后还是失败了。哎，机长，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说。当年，您真的敢扔这枚硬币啊？想当飞行员，心态就要简单。前怕狼，后怕虎，你还飞个屁！哼。表现很好啊，89、90、91、92、93、85、关怀啊，86、表现不错，87、早饭吃得好，88、89、94、90、95、91、96、92、97、93、98、94、99，完成了，95。96，好了，97，98，关怀啊，99，100，今天挺好，动作基本上比较标准，比较快。哎，运输组，下回多努努力啊。关怀，到。哎，你小子不说话，别人能把你当哑巴？下来。机长。白羽，再来200。机长，还是我来吧。江特斌，现在还轮不到你上场呢，一边待着去。机长，我都站了半个多小时了，多浪费啊！
我压根儿就没指望你。报告机长，体能本来就是白羽的弱项，而且你让一个女飞跟一个男飞比，太不公平了。还是我和郭海比吧。郭海，过来。白羽，你听见了吗？既然这是你的弱项，你就得强化训练。去，再练400。啊！快！走。哎，白羽，没事，我陪你练。关怀，关怀。哎哎，过来。机长，不练了。郑大队长，比赛还没开始呢，别急着跑啊。我压根儿就没想比。第一局都赢了，还在这卖乖。关怀，快，害怕了？快点啊！预备，开始！哎呀！哎呀！哎哎哎！怎么回事？哎呀！怎么了？啊？肚子转筋了！哎呀！你看你机能太好，转得太快，知道不？要不要去医务所啊？要去。能走吗？不能。哎，大队长，我来。你来干嘛？我来背带啊。你看，你们机长要求严格，我的人我自己管。你练吧。这，哎呀，不行，哎呀，哎呦，我，哎呀。机长，那我能休息会儿吗？预备。上一针，破伤针，让你小子逞能。哎，你有完没完？你想赖多久？还不下来？嘿嘿嘿，大队长啊，你真是太英明了。咋了？刚才我一做痛苦状，你马上就说我赚金了，咱俩真是最嘎拍的。行，你别溜须拍马了，你再拍我就爆了。是。这个齐心。跟我杠上了。哎，你小子以后识相点，躲着点，别总当炮灰，啊？是，不当炮灰。机长，嗯，给您当成。哎呀，你肉麻不肉麻？哎，机长，嗯，齐机长这么跟你杠，咱们得想想办法呀。哎，关怀，嗯，你知道你为什么进步慢吗？报告，我志气不如汤米阳，执拗不如豇豆，聪明不如白羽。嗯，行，你小子你还能进步，判断力准，出口成章了你。谢谢大队长。我也就这么点特长了。好的，你知道吗？你进步慢，主要是你总把自己当左手，你还没有发力呢，你就给自己找退缩的理由了。啊，不过我也曾经有过你这种想法。嗯。从明天起，咱们不躲了。你就是我的右手。啊？嗯。不是，那我不天天成炮灰了？嗯，111，112，121，123，123，144。机长，说，白羽是飞行员，而不是你和大队长赌博的工具。你笑什么？好小子，你胆儿够大的，敢这么跟我说话。
那我告诉你，其实工具不是他，是你。是我。江豆。到。你不是说我不给你机会吗？现在机会来了。口述明天的飞行任务和各项参数。是。明天8:40进场，飞行任务野外运输作业二提纲，飞行时间0:04，11:55起飞，航向正南，高度180。训练任务出错一次扣一分，如果再有这样的两次错误，你就被停飞了。为什么又扣我一分呢？这不是你下达的任务吗？你看清楚了。我下达的任务是针对一号气象条件的。作为一个飞行员，要时刻关注各种气象条件的变化。你只知道应对我的考核，没有根据实际气象条件修正飞行参数。你说这一分，我是不是扣得理所当然？